女儿球球昨天在社交平台晒出一段自拍小视频，之前就说自己要转型做演员，一身的古装扮相看来是开工啊，而且人家小小年纪就已经有一部女二的戏待播了，这次的造型明显和前面的戏不一样，看来演员球的档期排得还挺满。八大瓜友左看右看，这回可不仅是造型不太一样，这脸貌似也升级换代了，眼睛大了，鼻子挺了，连下巴都短了一截，整体精致感一下就上来了。还有瓜友觉得球球一动起来还有点神似古力娜扎和张馨予，或许这就是美女都相似，丑人各不同吧。妹子一好看，必然要面临被问整容。球球这一点倒是很看得开，直接在评论里就承认自己做了牙，把烤瓷牙做短，脸就跟着也显小了。技术这么优秀，怕不是跟大幂幂一个整牙大夫吧？希望这位华佗早日挂牌亮相，毕竟我等猪猪女孩可都盼着靠整牙华丽变身呢。